叫他派人啊。啊，别乱拍，别乱拍。哎，有伞的都带着伞啊，不知道下不下雨。我没带伞。这谁呀、啊？哥，我留。上了车以后把车票再给我，那咱们得到哪儿？我靠！我靠！到哪儿？不就到上海站吗？啊，上火车站吗？根本不可能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投我的！我害死人了！你的郊外，你的郊外，你住不起的高级大厦，要让这些呢没坐票的钱的外地人、没坐票的买站着的，我买对。新锐，六号吧，就是新锐。我觉得六号的早，觉得质量差点。特别那特强，就天天玩儿，咱们玩儿天儿累，上班一年拿六万块钱，那农民呢？他们就不全了。大腿有执念，大腿有执念，大腿有执念。多少钱啊？我算一下啊，十号行，那行，飞一百亿，好，漂亮。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我就报了。要不然就是报吧，要不然就是早车零点。零点有有有，你这还能坚持半时半车？写的是41分钟，可能还有5分钟就没电了。那不过还有最远的，要不然游览车。站的话，一个小时可以。对啊，新疆不一定下不了人。过来。不是，他有肯定是新疆上演人，然后这时候还有在加录着呢。我到了家里就快，快，好，你看高手全都拍谁？往里拍，往那口腔，口腔，往过去了。他在里边锤了个卡，又拔了。我出发把他回来。你看，中医选手，就拔了，你拔了吧。不行，你这太近了，对不上了吧？那你我觉得光靠焦距肯定回来了，离得最近的，离得近的我先收。就拍一角，把叶拍开呗。那试试把叶掰开呗。拍我了，改成？哎，不是。多少时间才能到？还有一个小时。空的不得了，还能坐几趟？哎呦，我他这飞一百遍就到了。哎，好吹！发现四三三，永远背。我别毛孔急了，我的，我就睡了。哎，我运动。那边跟着国际侠队，不让他过。
来来来，但是咱们出的钱是一个价。露娜这俩小时工就他妈得发了，他妈之前不知道那么多人找呀，他妈的上了点小计策了。多少钱？八十五。夜货上。单行吗？啊，是啊。你们在那睡觉呢？玩什么稳定枪 ？VF 如果难度是五的话，这抓娃娃的难度就是五百，对不对？你他妈宇宙最难游戏，你别得宇宙最难，顶上盖。你这多悬啊！我杀七桶，没发财，我操！哎，你也五针吧，五针，这不用。放下了，放下了，比较形象。那个六公园没门是什么意思啊？公园没门的那个啊，没有门。真的这玩意儿，这哎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别动了，还没走呢，走走走，哎，我真他妈不遇我，我到这儿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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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啊！别还站着，太远了，脏逼似的，又脏。往前走，我来到香格里拉。
不多900。刚才我举报这都是之后的事儿。咱们隔壁的都啥四个人，没什么事儿。还不够，他妈咱们气啊！来来，杭州玩。高兴。趁这事儿咱不怕事儿，因为反正杭州没人，谁怕谁？就算惹了事儿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大耳朵，这气不该生。对，没生气。咱们该讲道理，讲道理，这气不该生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？吃饱了，都吃饱了。咋了？行，咋了？啊，叫了。咋了？人煮了。啊？那算了，挂了。啊？另外一脚居然他妈没掉血，就说那句话牛逼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就没事。今天被信了。你这个液晶屏多大？2.5。那怎么收啊？大哥呀，这狼皮的羊，罗峰也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羊，这两只加在一起，这两只羊，两只披着羊皮的羊，两只披着狼皮的羊。买我们东西都是。我靠！没你这样，你去那边接房子都行。照完了。叫上来，叫过来，叫过来，叫。
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那你去买票吧。下下下，把这个话嘴巴里出去。下一个。有点荣阳听听。看你好了，都是这个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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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是今天晚上我只能说我带我儿子玩游戏。行，一定能感受。他把枪打了，还没完呢。不是，自己不发没有。喂，你看见我了？我有没有？给他把两边。来，警察后面。刘大姐大哥倒掉了，去年前年捡站起来一块。哎，你看看谁撞了？哎，他有绿了，我们。迷路了，迷路了，看看吧，看看录像。花岗关于你的男人，你在等电话是吗？干嘛？最后，总之是返回去，返回我们一开始那个大门那儿，就最开始那马路。您凡是到陆地上就不能坐了。比如说你从那边坐过来，坐到那边苏地过去了也不能坐，如果你回去又不能上了，就这样，就是一只能是到四个岛，最后去哪儿就是哪儿了，哎，就不能再回一开始的地方，哎，是。无缘无故为什么想鼻笑什么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看的是。看什么不该看？这不是窜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不知道干什么，然后就突然傻笑，是不是？说，坦白。不是，我都闭嘴都有不明的目的。好好好。成了吧，我可能来不及。师傅，看他们。遥控就咱们把这边下去。不是，没带，刚回去。Yes.
但是一到北京特别热。差不多。哎，石总，我操，上车了。反正我是没有，我发不了。都痛什么？两个小时也就能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十分钟。嗯，行。但领导给他，上去，随便找一个。他给。哎，咱们都找着了，退来了。老是白白的挣人钱嘛。几块钱？三口。那怎么着？问我表弟。是啊。就是那个。对。还远。现在咱们店就是那个，刚才咱们从火车站来的。哎，不怎么样。哎，不能，咱那一带才五斤，这老早就五八了两斤，现在这个就才五斤，这才也是方便，这是好吃的嘛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就这个两个，就是很满意，很满意啊，两个啥地方？啊？五三路啊？是啊，这儿离火车站五三路三角啊？但是我们这儿我都记得老早的这个不是这鸭子，我怕把那老西湖啊，这是鸭子啊。有男的不是男的，我也好像在这小区的。去哪边啊？这去朝阳的人想走，就在附近走。假如路远的话，你再不用交了。送了钱还回来了。收收，我们是北京有吗？没有。我们下个卡，南方的首富的卡。哎，夏利。怎么能胆这么低啊？夏利富康五方。你们老百姓写信给你们北京市的市长。你北京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怎么他妈的？这么大怎么样？别太吗？别呀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先交流了，挺好的嘛。自个儿打包，不用麻烦你。
事儿出来，你说咋整？这你妈随时得提防着自己，我的。哪里给你？他们这个是吗？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在这儿呢。马四小姐。这个。哎。哎，刚才谁给剪了？没有。啊，今天都给删了。挺凶的，真吵。今天他们没和我们培训。给他搞点吃吃饭就可以。嗯，你这个哎，没用。站这儿，我觉得巨像。
道人怎么穿，你知道吗？这他妈太疯了！给我照手势的行。那如果吃个麦当劳好啊？行，到时没事，车票都发给你，到时自己上车就行。换三条。
下看吗？看起来是一样的。他呢？我们上一辆车的地上，然后照片就放在车上背。对，我一个管理员，哎呀，他们家还是做什么串儿？小的时候是吧？这么大的蒸饭，觉得辛苦，只要你只要一放假。这居然还能点？我点这自个儿画一个，三个，你难的。谁玩香肩肩？我玩，我吃多点，然后睡觉。Thank you.